開始咯，準備好未你？開始咗。開始咗㗎啦。OK， 今日咧就非常之開心啊，講廣東話。OK 啊，廣東話 OK 啊。冇得揀。你有得揀嘅，不過我冇俾你揀啫。今日非常之開心咧，就係、是、今日我哋會有一個特別嘅嘉賓啦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嘅 Doris。OK，Doris。OK， 大家好。OK， 今日咧，我哋想訪問下佢咧，佢淨係認識 BE 啊，佢響幾時認識 BE 噶？你正式嚟講係嘛？5月啦。二月啊。五月嘅時候認識 BE 嚇、啊，佢淨係響 BE 入邊咧，偷偷地咁樣做做下 part-time 兩個月，跟住兩個月咗之後，佢居然係好大膽，跟住將佢自己嘅律師嘅牌個辭職信就掉咗上去，跟住 full-time BE 啦。OK， 你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嘛？我就掉辭職信嘅啫，我牌就喺度。OK， 係啦。Doris 啦，我名就咁就做咗十年嘅律師。之前一開始就係做 litigation， 之後慢慢就轉去做conveyancing。咁就做到而家。做咗幾耐律師？差唔多十年啦。咁樣你喺之前在讀律師嘅時候咧，讀咗幾年？读咗几年啊？四年啦，加埋 chambering 咁就五年啦。chambering 两边东马西马都差唔多五年半六年啦，接近。响英国嗰度读嘅。英国系读咗四年啦，加埋巴。OK， 我话都读咗几耐喎。系啊。咁样你点样认识 BE 噶？系因为我嘅上司，佢系我朋友咁。就一日同佢一齊食 lunch 嘅時候，佢又同我講講其他嘢。咁之後佢送我翻屋企，翻公司嘅時候，我就問佢：，做咩你瘦咗咁多嘅？咁佢就拉佢條褲俾我睇，咁講：，捉住條褲就會瘦咯。OK， 咁你睇到咗之後，你第一個嘅反應係咩？有冇真噶？係咪真噶？著褲都會瘦？冇啊，我冇怀疑啊，因为好熟嘅朋友咗啊嘛，咁我又唔比较易信自己嘅好朋友讲嘅嘢，所以我就讲哦，真系噶，咁要直做几耐啊？咁佢讲做24小时啦，咁梗系除咗你冲凉嘅时候，你要快啲睇到成效，咁你就尽量做23个小时或者更多咁样。OK， 咁样收尾你系点样开始？你会觉得这个产品你着咗之后，你有咩反应？一開始的時候，前面那幾日我就上廁所咯，比較頻密，同埋一日幾多次變開？本來幾多次，想變幾多次？可能兩次，咁我都覺得好多噶啦，一日兩次到三次咁樣，即係平時唔會咁頻密咯，同埋放屁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有的反应来的。So, 是的，那我自己是有 hormones imbalance 的 problem， 那我平时睡觉都会leg cramp， 如果我不冚被就会 cramp， 夜晚的时候那我的膝头骨又不好会痛咯。我的 back pain， 我都有 back pain， 因为我的背脊有少少歪，这样就很易有 back pain 的 problem。咁样你着咗之后，你瘦咗几多？响几耐嘅时间里边？瘦咗几多系？俾大家睇个相啊！因为我哋俾你睇个相嘅嚟讲，系咪就系有相为证啊嘛？咁样佢咧就系响五个 XL 入边咧就瘦到剩翻系咪两个 XL？ OK， 可以再近一个 camera。大家可以睇到佢嘅肚腩咧系冇咗嘅。几耐时间啊？5月30号到7月嘅时候就已经。瘦咗好多噶啦，之后到呢个月，因为有一个 cool grey 啊嘛，咁我就买咗条 2XL， 明显品牌 2XL， 咁我买 2XL 系咪？本来系谂住系刺激自己瘦到去 2XL 嘅，点知着嘅时候可以着得落喎，仲系舒服嗰啲喎，咁我就已经瘦咗去 2XL 啦，咁样啦。下次叫老细，我哋 BE 嘅老细咧就出 M size， 好靓好靓好靓嘅 M size 啊！你哋为咗摄入去嘅嚟讲，咪你哋都要搏命着系咪？咗摄而摄。咁我想问下你，你点解你会对 BE 咁有信心？即系话你收尾你又开始做啦？点解你会介绍朋友咧？呢个产品？
其实我开始续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介绍我的好朋友 最好的几个啦，我比较大胆地烦他们嘛。咁点知烦佢哋就问啦，我问啦，我讲诶、欸，你有冇听过条裤啊？咁样佢讲我已经着紧噶啦，我 MCO 嘅时候已经开始着啦。我讲做咩你有冇介绍嘅？哦，咁、那个 pricing 就少少高咁样咯，咁我就冇介绍咁样咯。我讲、啊、好嘅嘢梗系要介绍噶啦。佢仲同我讲佢已经买咗俾佢妈啦，买咗俾佢老公啦，佢都冇介绍俾朋友、啊。所以、so, 之后我另外一个朋友都是 MCO 的时候已经开始着了，但都是没有介绍给我。咁可能他们自己就自己着爽咁样，自己他们两个真的瘦了好多。所以我看到他们咁更加有信心咯，仲未开始着来我都已经有好大的信心，因为自己的好朋友都已经着紧，我真的看到他们瘦了。咁、啊、我就同他们讲你们不 share， 咁我就不要变成你们，我就是要同人。就是要 share， 我觉得 share 了才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得益。是是是。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做了，你正式做的时候第一个月你是做消费者、第二个月呢你就不是正式做，都是介绍个朋友啦。第三和第四个月才是正式做啦。那么你会觉得你的我哋，因为我哋响呢度，我哋唔可以讲收入嘅，真系唔可以讲个数字啊。咁你满意你嘅收入啊？佢系有几多大概同你嘅 full time 比起嚟？我记得我五月尾开始做啊嘛，咁我六月系冇乜 share 嘅，即系我自己嘅 assistant law 啊，我个妈睇到我真系瘦咗落嚟，佢哋自己要买咁样就揞咗我，所以我就我 OK 咯，咁我就帮佢哋买咯。买咗之后到咗七月系咪？我就觉得诶。咁好嘅嘢就因为我自己影相㗎嘛，咁我睇到个成绩就好好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去 share 俾大家睇咁样，咁我就开始摆上我嘅 social media 啦。一摆咗之后，我7月14号咁样摆上 social media， 我7月31号我就已经做咗12000分多过12000分嘅 ambassador 啦。嗰、那个 income 係咪，如果係未加 product cash voucher 嘅话，都差唔多啦。咁加咗之后系多过咯，多好多，多好多，多。OK， 咁样我想问下，点解你做咗两个月 full time 咗之后，你会咁有勇气将自己嘅读咗咁多年嘅外国考翻嚟嘅失跟住系咪，同埋已经系上 c 啦，你嘅经验啦，你嘅专业啦，跟住你又摆埋一边啦，跟住就好勇咁样辞职咗啦。咁我觉得到咗八月的时候呢就是已经，因为其实我都是做 part-time 嘛，咁我就是 lunchtime 人哋喺度食嘢嘅时候，我是一面食一面zoom， 又或者一面 text， 又或者帮下 downline， 又或者 weekend 我先至可以送嘢囉。咁做律师嘅大家如果同行嘅都应该知道律师都好忙㗎啦，其实冇乜时间做呢个嘢嘅。所以但係之前嘅时候我真係试过一个礼拜七日，都系每日都做到凌晨三点噶，真系好夜好夜，但系好忙好忙，又易病啊，咁样又冇私人时间啦、我就觉得诶，做咩我做 part time 嘅 BE 就已经可以同我嘅full time 嘅收入差唔多啦，咁为乜咧？我做咩做得咁辛苦啊？咁就好多人梗系讲啦，咁你做到一有你嘅攞一嘅光环啦、咁我觉得。你攞啲光環都係為咗生活啫嘛，咁你攞咗啲光環都係為咗俾你嘅細路啊，俾你 parents 啊更好嘅生活咯，所以我就覺得B 可以俾到咁樣咯，咁我就唔想再俾 employed 啦，所以我就決定join full time 啊。咁有信心啊，兩個月嘅時間就可以將你自己本身嘅 full time 你調咗。可以隨時再執翻嘅，如果我要嘅話。OK OK OK， 咁我哋喺呢度咧，亦都祝我哋嘅我哋嘅 Doris 咧，係咪係馬到功成 ？OK， 跟住落嚟，佢你下一個嘅 goal 係咩咧？喺 BE 入邊，你嘅人生目標？人生目標講真嗰句啦，咁我真係好希望可以借住呢條褲幫到更加多嘅人，因為我本身嘅身邊嘅朋友啊，或者我自己就最親嘅阿媽，佢其實平時真係行唔到耐，企唔到耐，成日都要食肉嘅。所以做咗條褲之後，佢就唔需要再食肉咗。所以呢個我覺得係最好最好嘅
收获嚟嘅，对我嚟讲。所以因为咁样嘅收获，我觉得应该要分享俾更多嘅人，益到更多嘅人咯。如果可以嘅话，就可以到全世界就最好啦。咁我哋咧就希望咧就系下一次嘅嚟讲，阿 Doris 嘅嚟讲咧，佢间份系挥紧佢嘅本身嘅 ECA 啦。咁好多人都唔明白咩叫 ECA 啦。啊 ，TY 喺度 ，TY 喺度睇紧咗。不过 TY 应该唔识听广东话。OK， 咁样我哋希望佢下一次挥到 ECA 嘅时候咧，我哋再做多个专访好嘛？我哋祝佢马到功成啦。OK， 今日嘅访问到呢个位置，多谢大家，拜拜。